找特定书籍或是期刊文章，但图书馆查无该笔资料时，该怎么办呢？这时候可以透过馆际合作来取得其他学校或学术单位图书馆的资料。馆际合作服务有四种，可简单的依据是否需付费及预申请的文献类型方式分类。一般馆际合作借书证可以申请全台与本馆合作单位的借书证，取得该馆借书证后可直接持证自行前往借书。三校一卡通用服务，想借的书在台师大或台科大图书馆，在本馆网页申请开通功能后，就能直接以台大证件前往借书。全国文献传递服务 NDDS 可以付费借到国内大陆地区以及全球等地的书籍或影印期刊文章。文献复印传递 JADE， 如果需要西文期刊，可以透过 JADE 服务付费申请，快速有效率。服务详细内容请至图书馆网站点选服务项目。从馆际合作了解更多，祝您都能顺利取得所需资料。